我曾经把我的摄影师跑吐过，我说的跑吐不是那种跑很累的，他是真的放下摄影机，然后在旁边。那是因为他那天吃多了吧？不管，反正他吐了。然后这一季我来开始，我说哎，那个小杰去哪儿了？然后我说辞职了。对，他说为什么？那个人他有点受不了。我说那现在他干嘛去了？啊，他好像去搞那个《好声音》还是什么的，棚里面站着不动的那种节目。什么什么能被奔跑的小猎豹活活累吐？这年头跟着明星们录节目的摄像同志压力已经大到这个份上了。老实告诉你，碰上猎豹般的速度还算好的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吐啊吐完了就会习惯了。要是对象换成武功高强的少林宝强，摄像哥哥们只剩下傻眼的份了。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生不由己，每个年头有新的梦境，但愿你没忘记，我永远保护你，不管风雨的打击，全心全意。武林高手们让人身上苦，入戏太深的呆萌少年张艺兴则是让跟拍摄像心里苦，动不动就把人狠狠甩掉的节奏，可怜的摄像师心理阴影面积一定不小。你保护他了？要说张艺兴同学折腾摄像的属性真的是一贯如此，连自己都知道。现在又把摄影像师跑丢了，跑丢了，没有人的。知道归知道，最终小绵羊的选择还是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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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回来，我一人承受不来。对不起啊，摄像大哥，我就是又要背叛你一次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实在是太急了。除了张艺兴这个耿直播外，人送外号一阵风的易烊千玺也是累得摄像大哥连连叹气。觉得还要数王俊凯了，一个箭步跨栏，摄像师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视线之外。一跑起来就无影无踪的，固然是把人累得够呛，而一躲起来就失联的，也没法让工作人员省心，比如躲藏的无冕之王小兰兰。我试过躲在一个的地方，到最后工作人员还有其他成员没有一个人在节目结束之前找到我。确实，躲藏的无冕之王，无冕之王。摄像师们不光腿脚功夫要给力，寻找能力要满点，甚至还要承受艺人们给的巨大压力。过来这里，别跑。有时候我跟你现在是一组的，你今天一整天都是我的吧？你是我的人吗？你是吗？听我指挥，跟着我平行线靠着墙藏起来。可是我不好藏，因为我太大了。你这样人家就会看到啊。要说几次，我们是不是一起的？用镜头告诉我。 OK OK。
总被威逼利诱不说，有时还要无辜躺枪，一秒变身背锅侠。三个不是你们，是他。是他。你为什么不夸他大一点？你不夸他大，我不要。没有，我觉得还有他。最辛苦的当然还是那些跟着明星一起挑战极限的摄像师，辛苦的冰山攀爬。加油，袁咏仪！我来了！加油！让我的爱伴着你，直到永远。还有暴晒下的岩壁拍摄。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。小心啊！小心啊！当然，为了确保这些惊险环节的安全性，第一批试吃螃蟹的小白鼠啊，其实还是工作人员。说不出的是，那些被有趣又虐人的游戏环节玩坏了的明星，最终转移怒火的对象还是可怜的工作人员。认真的，开玩笑。刚刚那个开玩笑的吧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吓我一跳。像扣子的吗？当然，你不会离开我们整个大团队。如果你要在旁边看着看完全程，你就过分了。接下来你就变成我们工作人员。